小彩虹徐梦洁以第11名惊险又幸运的成绩出道了。不得不说，徐梦洁给人的感觉非常阳光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非常亲切，性格也是非常好，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喜欢她。徐梦洁私下也是非常会穿搭，近日她在微博晒了一组照片，照片中小彩虹身穿一件橙色的短袖，外面配了一件碎花吊带短裙，加上高高的丸子头，看起来少女感十足，活力满满，这样的搭配可以说是非常接地气了。果然有颜就是任性，徐梦洁不仅人长得可爱，性格也是非常可爱，细心的粉丝应该会注意到她用的手机壳居然是她自己的照片，旁边还有一串英语，意思是不要难过，我会一直和你在一起。这样乐观开朗的小彩虹实在是太让人喜欢了。徐梦洁和杨超越在一起的自拍也太养眼了吧，杨超越的打扮也是非常青春好看，紫色的短袖，蓝色超短牛仔裤，还有小白鞋，简单却不失活力，两个元气美少女的合影实在是太吸睛了。 Yami 走的一直是酷酷的路线，这次的打扮也依旧是这种风格，帅气的西装外套加上黑色的运动鞋，以及标志性的细长小眼睛，站在可爱的徐梦洁旁边，简直男友力十足。从徐梦洁的这组照片也可以看出，火箭少女们平时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，小姐姐们就和我们身边的很多年轻女孩一样，单纯可爱，爱自拍爱搞怪，给人感觉非常亲切。创造101中有一期是让小姐姐们对着大海喊出自己的梦想，当时徐梦洁含着泪喊道，我不要再回去串鸡爪了，实在是让人心疼。现在徐梦洁终于出道了，属于她的舞台才刚刚开始，相信她以后一定能散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